Acapella 就是無伴奏合唱，我們或者叫做純人聲合唱，所以所有音樂所有聲音全部都是由人聲去做出來，或者我們人聲的敲擊，所以我們不會播著音樂，也沒有樂器在台上，全部靠就是我們幾個隊友一起去發出聲音，即時去跟隊友作出反應，一起合奏。因為在香港一開始唱無伴奏合唱的隊伍呢，很多都是來自中大甚至音樂系的，進去中大音樂系讀完之後，你領略到的東西可能就是你的前輩所領略到，你會不會可以承繼住他們的路呢，繼續發展下去呢，所以呢最後就選擇了中大音樂系了。偶然之間見到中大社企計劃，所以希望可以成立一個團體，在再大一點的規模這樣去有系統地讓全香港不同中小學的小朋友都可以一起享受到唱無伴奏合唱音樂的樂趣。其實自己都學了一段時間拍片，自己生長在天水圍，亦都是玩音樂的，唱無伴奏合唱的，將這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這樣去做一個故事，最後就是一個社區裡面放映。自己籌備天水圍唱很艱難的時候，就突然間有一朝早一起身就有一個 melody 在個頭上，然後就彈幾下，然後很快咁完成了個 melody， 亦都擺埋啲歌詞，就擺翻自己籌備的過程的一些想法啦，亦都係一些信念啦，希望透過首歌可以帶俾更加多人認識 Acapella。咁歌詞裏邊其中一句咧就係、是、一起唱一起，其實無伴奏，但靠著你口很足夠。就係想講喺音樂裏邊或者喺無伴奏合唱裏邊，我哋唔使靠好多東西，正正就係靠著我哋把口，靠著我哋聲線就可以表達到我哋想講嘅故事啦。唱出我的聲音，一起唱一起，其實無伴奏，來放大愛心齊和唱，全片社區靠這聲線共振。重塑社區，了解我與關心，一起笑喊，一起其實無伴奏，但靠著你口很足夠。